因为甲卢安杰，因两个做伙保了交底，即摆是说是死啊，唔知影。我安尼回答你满意无？保了交底，我想这款代志啊。因为为着要救卢安杰，替动情之才保了交底。我明明就有有时间会去做出选择，结果伊超过伫我面头前，用救卢安杰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侮辱我。所以，你也对小雨亏欠了。你因为伊加钱要救罗安姐，所以你也对下手，干爹伊是你的后生，你还要对这么凶啊？干爹，你也是我的手。我当然就来表明，我绝对无可能把王文金甲罗安姐走，也不过也是唔肯放弃。我只有下令来处理罗安杰，我要切断伊对伊的念想，我要把伊迷失的身体救回来现实的世界。结果伊是抢了镜像，一直冻在罗安杰头前，竟然为着一个不爱伊的查某，为着遐个咧伤我的心。你明明知影。小雨会当为着要救罗安杰，把所有的毒针注对家己身躯顶。你明明知影，罗安杰就是小雨的底线，伊是拼性命拢会要救罗安杰。我本来想讲，你可以带人讲，小雨伊爱尊重你的份上，予伊另外一条路选择。结果你还是坚持要对罗安杰开枪。你敢知你这款的决定，第一个是亲手害死小雨。我必须来处理罗安杰，因为伊早晚同款的是小雨上大的威胁。啊，若无所来，我来面对。唔是靠小雨的胜利，就是输败。最后，小雨同款会为平安岭的行，我无第二种的选择。所以罗安杰必须害死。就算讲我有重新的机会，会阁选择一遍，我赶快选择下令开枪。你唔管你即马枪是大伫小雨身躯顶咧。小雨脚才打挡手术呢，啊唔知影枪是大伫伊倒位，唔知伊要紧无？为了继续安尼落去，爸咪得死个啊！派人去找小雨无？啊，前手甲前影拢无接电话，是不是无用咧找人？小雨跋在对条溪，你甲我讲，我要找伊，我嘛要找伊。你找到伊是可以当安怎啦？而且已经不是迄个听书的后生啊，佮加上你这个客查某囝，专门咧抢我的后卡。我陈忠信敢若恁两个啊，我敢有需要其他敌人？我计划四十年的计划，就差点要让你佮不法倒去啊！爸，忠心不好啊！帮忙教囝，再让伊为着一个查某，甘愿来反背我这做老爸？你拢已经过用四十年啊，我还无才调替你替大家讨一个公道回来，甚至即摆连你的孙嘛背惨落去，我对不起大家。伊嘛无面，还要去记你。干爹，干爹。